哎呦，姐，你这也太牛了，竟然把一个村的存款都拉回来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不理肖总？这现金流能抵得上两三个他了。苏经理，你来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哟，景琛媳妇来了。哎，钱婶，婶儿给你存钱来了。来，都给我存上。你们这儿最近有没有啥活动啊？就那米呀、啊、面呐、啊、纸抽啥的，都有的。而且我们行的定期年利率是最高的。我倒不是为了占那点便宜，跟你说啊，真是看在你和景琛的份上，我特意来的。谢谢婶。思清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银行啊，下次再搞活动的时候，你可千万记得跟婶说，婶这还有钱呢。好，谢谢钱婶。都这个点了，没有班车，你们怎么去啊？那大客车来了，走吧。我看看，我看你，我有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啊。阿琛啊，你跟你媳妇慢慢聊，不急，我们在车上等你啊。你让他们来的。打疫苗了吗？嗯，打过了。等你春节放假，我们一起回最南吧。还是应该正式的跟你爸妈见一面。不用了吧，我今年不打算回去了，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。我这大过年的上门，要不了压岁钱，还要花两份孝敬钱，不划算。那就我们一起过，在我们自己家。好啊，我腊月二十九正式放假，记得腾出时间帮我搬家。好，你先进去吧，我也走了。嗯。